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学得一种知识，而能够应时实行，这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？有朋友从远方来，不是很令人快乐的吗？即使不见之于人，而心里毫不怨恨，这不就是一位有修养的君子吗？